这样还会弯起来，弯你就稍微搞的时候搞直一点点，这动手会有点弯的。到时候配，如果是这台机的话，配那个炸锅，有跟他说吗？还没说。没说是，到时候配那个大锅，大锅小一点点。 这个东西3年前就有了，在北京是卖的最好的。马路下吗？啊，不是我们做的。嗯，都是我们做的。还有那个骑士果，都排队排起来，每天要排队。排队很厉害的。哦。北京那边的加盟几乎都是我们做的。